What's up, everyone？ 这是 Future Man 的小屁孩。现在你们看的是接星没有错，不是小屁孩的节目。不过我们要把音量放小一点，因为我们现在人位于上海的一家酒店，而在里边呢，就是台湾的这个潮流金头杨艾伦的房间。我认识了他其实蛮久的，现在我终于有机会突击他的房间了，所以跟着我一起走吧。警察，查房，我的双胞胎，嗨，我们是，是了，是来的特别早的，来来来，我们来突击一下你的房间。哦，看一下 Alan 的这个房间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一趴？我们今天来到这就是要突击看你的房间，然后看你来的这个不一样的城市去旅游的话，或者去工作，你会带什么单品？这一次来到上海，最主要我们就是因为一个活动叫 Innocent 嘛。Yeah， 没错。然后他们在昨天就发了这双鞋子，鞋身都还在，我都还没穿，还是很 fresh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双，就是这一个。我不知道马来西亚有没有这双男鞋，因为台湾是只有女鞋。这个底本来就已经很好穿了，再加上它下面又有这个像钉鞋的这个钉子，一开始全新的时候爆好穿，超像踩在云上。这一个材质看起来有点像那种 IKEA， 对 IKEA 的这个，很多人都会把它拆掉啊，很多人都把这个上面这个拆掉，外面 这才是帅啊。这只手表是我自己也有的，就是我们买不起 Rolex 嘛。对对对对，然后这个就是平民版的 Rolex， 给镜头看一下。Seiko 的Seiko Five， 我知道你本身很喜欢这个 Cody Anderson 的这个饰品嘛。他最著名的就是星星嘛，印第安。银饰的技法很多都是固银加工，不是用铸造的，它有些是用雕刻，就像 Goros 为什么这么贵，也是因为固银加工的关系。看我饰品，我看到地上，我还以为你特地藏起来，不要给我看到这一袋东西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没有仔细的帮他拍照。Alan Young Converse Pro Leader 出来之前，大家都穿 Converse 的 All Star 的篮球。对。后来因为这双鞋子改变了整个，我觉得啊，它算是改变了整个篮球鞋的发展的历史。非官方说法，据说 Michael Jordan 也是有穿过这双鞋子。没错啊，没错，所以这次才有发北卡篮。各位观众 ，Alan 的内裤就在这哦。这个。哎，你好幸运嘞！有了 Verdy 的这个签名。对 ，Verdy 帮我签名，他还要写 Alan， 他一直在烦，他完全没有理我在干嘛。为什么开行李箱之后杨艾伦脸僵掉？我看到了一个很骚的这个皮革袋子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粉红色。其实这个东西还没有曝光，跟一个朋友，就是我刚才讲 All News， 然后我们之后会有一个合作，其中一样单品啊。闻一下，你也夸张哎哦！这个我好像是有看过你穿了几次，对不对？我刚才说到 All News， 其实它就是专门做球鞋改制的。哇，这很有分量哎！我自己也是念设计系的，所以因为他会做，突然问他很会改鞋子，然后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有点像是联名啦。然后我画图把它画出来，然后他帮我实现出来，感觉他行李箱特别空，还应该还有别的衣服。我觉得刚刚的衣橱有鬼。哦，好了，就一进来那边吗？衣橱有鬼，衣橱有动静，来看百万金童来潮流展都穿什么？潮流展都穿这个去，感觉艾伦就会穿着这个，然后穿着金链出门就很帅了，有没有？那我们等一下去小屁孩房间啊，我觉得啊。你没跟我讲要去我房间呢，你是跟我讲要来他房间而已哎。我现在要去小屁孩房间，换我主持。Let's go！ 哇，他刚刚跟我们炫耀他有北卡兰，对，是小屁孩袖子，没有，但他有北卡兰。羡慕艾伦，这是观众送我的。哇，你看，不同等级的待遇就是不一样。你看他的粉丝，其实我昨天有看到小屁孩在访 Matura。而且他超级用心，他们全程用英文仿，我当然觉得小屁孩超级厉害。可不可以稍微跟观众介绍一下 Matura？ 他是一位来自美国纽约的一个涂鸦师。其实很多这些联名款啊，你们大概其实都可以看到啊。最近他就有跟这个 Nike 还有 Off-White 会发一双当 SB， 还有 Neighborhood 出了一个现象作。哦，那个根本是不卖的啊，那个只送而已啊。就是其实我大概听到可以买到的价钱啊，对。多少？就是很惊人啊，我们可以买好几只劳力士啊。是谁？可以介绍一下吗？哦，对，来，小胖，来，你来。他其实刚刚在你的视频出现。他是我的这一个好朋友小胖哥。传说中的小胖哥，你好。你好。我们是杰星。嗨 Juxy， 小胖哥最近会跟我开始录一个节目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再慢慢谈。刚刚真的太乱了，我也不好意思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小屁孩，你有没有什么？这是一个策略来的，就是把
全部东西堆在一起，然后艾伦也不懂要怎么翻。不过在这里我就有准备了几个东西可以。对啊，你介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个就是一个粉丝送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像乐高的这个。他们是用真的乐高去煮的、哦，这真的超细的。对啊，他还写了一些字给我，因为对我来说 AG1 Baron 这双是特别有意义。我一个朋友他得到一个病，然后没办法穿那一双鞋子、嗯，然后他知道我是很喜欢这个 Baron AG1 Baron， 他直接就给了我那一双。北京的观众朋友。他很小而已、oh, 他年纪应该只有18岁而已吧，然后他之前去了日本学怎么做这个陶瓷，然后他有自己做了这个、嗯、他真的很用心 Insan Burner 就是线香做，对对对对对哒哒、有没有很帅，给我他的联络资讯，我要跟他买这个是一个 MX1，对，然后上面有写着我这个品牌 FUJIMATE， 还蛮庆幸，就是因为这一份工作可以认识到很多不同观众朋友，而且他超级用心，他还特别刻了字以外，他上面还有 MX Day 的3月26的 logo， 对对对，真的很厉害，很有才华。等一下再把他的联络资讯给我，我要跟他买东西。这个是小屁孩的随身包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啊，里面装什么？你自己讲，哎，怎么都没东西？有没有很写实？超写实的、欸，就是发票，然后卫生纸、哦，我都会一个备用的卫生纸，就是长成这样子的。这个我们就叫 emergency tissue， 就是万一真的是想紧急面纸、紧急卫生纸，对，非紧急事件呢是不会拿出来的，可能我要去上大号的时候呢，没有卫生纸，对，这个就真的是救命，要不然的话就会脱袜子来用了。如果真的很无聊哎、欸。我觉得你们来错房间了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。对啊，我很失望哎、欸，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从哪里开始翻起，但我很想要刚刚那个现象做，你等一下一定要给我他的，可以给你，对，等一下一定要给我。What's up, everyone？ 这是 Future Man 小屁孩，我是杨艾伦你们收看的是杰星，拜拜。这个是杨艾伦的床，哇，我都没有洗澡哎、欸，我都没有洗澡睡。